生的积极，没事就喜欢逛逛菜市场，顺便看可不可以遇到真命天子哦。吴晴，你好。好，菜篮子给他准备好了。好紧张啊！哎，这么酷炫的样子。对啊，菜篮子。Rock。蛮可爱的哦，谢谢。也是不协调的美哈，没有个性。好，今天给这个 Gigi 的功课，要你做的这道料理叫做番茄豆芽。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食材呢？庞班长，请下令。Gigi 请注意。好的。很简单哈，你今天要买的菜是豆芽称五两，一颗红番茄，看准食材下手，别乱捏。拿两颗鸡蛋，蒜头要两半。过关奖金等着你来赚，190菜花，不是喇叭花，成功过关让你带回家。好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前两样好好的，后面来第三样乱七八糟，鸡汁九汁，你说你加的是乱七八糟，后面他加的是，人家是押韵的，对，他前面哦，好，可以的，我看着人家比一，到第四样。来，赶快开始，90秒，开始，加油，自己。我有记得，非常着急的开始。90秒，然后一开始还有什么？最后是什么？一把韭菜花，一把韭菜花，这样算一把吗？竟然还附送口令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蒜头两半，蒜头两半，这样两半什么意思？哦。两半啊，两半什么意思啊？还有很重要的东西，竟然都还没有。是凉拌吗？然后最后不是凉拌吗？凉拌啦！最后这个因为是很重要的东西，竟然都还没。一开始前面有讲到那个银芽，嘿嘿嘿，番茄，哎是。还有什么？加油！好好好，这样应该够吧？多吃豆芽菜，要称啊，要称啊！好，对了。等下，它前面是什么啊？要称号，跟一只，跟手指头有关系哦。跟手指头，五个手指头，五两。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放嘴？他反应快，一两。放嘴放得太厉害了吧？啊？什么？哎，那个番茄是怎样啊？喂，不能再讲了啦。啊，差一点点，等一下啦。不要差太多是没关系的啊。48。所以五两是50吗？等一下啦！没有没有，超过了啦！差一点没关系。好，时间到，加高追了哈，我实事求是非常好。好，总共有五个食材哈，到底这道番茄豆芽需要的是什么食材呢？请看。这刚刚手忙脚乱的Gigi能够顺利过关吗？广告过后马上告诉你。